茶来喽，慢回身。随着京味十足的吆喝声转身，您瞅见的可能是个 AI 小二。10月30日，百度大脑联合老舍茶馆共同打造的国内首个 AI 茶馆，在北京闹市中首度开门宴客。全国首个 AI 茶馆落地，是世界最前沿的 AI 技术与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相遇。20多位文化界、科技界的嘉宾、媒体率先来到老舍茶馆体验。理性的技术和感性的文化相结合，带给我们有很多很新鲜的这样一些体验。好的文化传承不是让它变成说锁在博物馆的柜子里的东西，而是我们能够让它变得重新可以被体验。在百度大脑的技术支持下，前门西大街上这座京味文化地标从此有了 AI 小二迎来送往。有 AI 茶艺师带您识别每种茶品，一刷脸就能得到 AI 为您写的茶知识，还能跟 AI 对话，感受多姿多彩的吆喝文化。当百度这张 AI 时代的科技名片遇上老舍茶馆这张传承京味的文化名片，会碰撞出怎样的新奇体验？一起去看看吧。这是我第一次来老舍茶馆，以前我们印象中都会觉得老舍茶馆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很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今天就是看到了百度有一些就是什么技术上的一些小玩法吧，然后觉得就是能够传统和技术结合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因为我们茶馆是一个传统茶馆，现在我们这边引进这个百度大脑这个新的这个教你辨识六大茶类，我觉得还挺好的。